欢迎回到Tell Me Why Why。最近啊，疫情好像有比较趋缓的，听说好像要开始解封了。你各位准备好出国了吗？出国！出国前啊，护照可能要看一下，因为可能会过期。对，过期的话，那个证件照就要重拍。很可怕，我的那个护照10年就好丑，都换掉。很多黑历史。对，最近啊，毕业季也到了，应该很多新鲜人找工作会需要用到履历照吧？这时候如果你有好看的照片呢，就会加分不少哦。证件照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就是如果你拍不好，他就会在你的护照上丑10年。对。然后，而且如果你拍不好，你的身份证也是用那个证件照的话，除非你结婚，或者是你身份证掉，要不然那个就是跟你的身份一辈子。哦，真的，那都认不出来是你嘞。很可怕。那最近啊，就是好像有很多就是韩式的那种证件照开始崛起，他就有主打说他可以有帮你装法服务，然后跟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平价的拍。贴机，对，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要体验看看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别。大 PK， 那我们先体验看看这种平价的拍贴机，现在就是这种区公所会有的，然后一次好像是150，但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对，它现在加50块就会有美肌，对，美图秀秀，美肌的效果，会给你一个韩式的感觉，就是。可是我不知道磨皮会不会磨皮到什么程度、啊。对啊，因为这种感觉它就是统一的磨皮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拙劣，我的皮肤更。比较拙劣一点点，所以我还是不敢素颜来，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淡妆的部分。对对，我还是要补强，要补涂。是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拍的人呢，你可以选上面那个选项就好了，一定要加美肌嘛。请稍后。我觉得好可怕哦。怎么出来了？哦，它好高哦。为什么你的证件照拍起来都很惊讶？那下面也说，因个人拍照问题，非瑕疵者不予退费。应该很多人很气吧？我认真怀疑他好像会把我们的脸放大、欸，是不是他有点变形啊？微笑，保持愉悦的心情，有中头奖的感觉吗？讨厌呢，真的是快丑死了。我来帮你揭晓，我帮你揭晓，我先看一下。好，很丑吗？我觉得你不会满意。啊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还是这个不要给你，我们丢掉。我先看。我长这样吗？没有，就不太一样。脸没有那么大。我长这样吗？我长这样吗？有，你才有。没有我啊，我在哪里？好丑哦，这个椅子太高了。你是不是有躁郁症？肯定是有的，他肯定。我觉得天蝎座通常都会有点躁郁的感觉。对啊。哇，笑成这样。太久了吧。好丑哦，好丑哎、欸，很丑哎、欸！啊，我就知道，你讲几次啊？知道你很丑啦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、欸。天蝎座的朋友今天拍照运不佳，脾气上可能会有点火爆，他要冲出来打我们了，救命！天蝎座又丑又胖，来，你不能看，他很像拔智齿，你看，他只有一边是肿的。没有，那不好不好吧？我觉得我的最丑、欸、啊！可是你本人更帅，但是你不是长这样。我觉得他拍贴机出来的样貌跟我们本人的脸型，我觉得是不会有那么胖吗？有啊。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没有达到我们的需求，不如我们去下一站吧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我们拍得多好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再来呢，是我最期待的韩式证件照的部分啦。我们今天选的价位啊是1500，那它有含专业的妆法、哦，就是会有人帮你 set 到的水水大明星的感觉、哎、，you know， 感觉很尊荣哎、欸。对啊，蛮期待的。而且我们今天呢，也要帮各位毕业生们实测一下，看能不能拍出好看的履历照，帮我们自己的履历大加分哦。加分。摄影棚，然后这是我们最专业的摄影师斌哥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去拍贴机拍了一组我们三位主持人的照片，你可以先帮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照片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。了解，这些照片来讲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可能没有整理好外表的部分，头发、啊、比较没有那么的去整理的这么的干净。然后再来，其实因为机器拍摄，其实几乎没有太多的 NG 的机会，对，所以你会很紧张。那如果在我们摄影棚拍摄来讲，有摄影师可以跟你聊聊天，放轻松，其实这是一个在拍摄前还蛮重要的部分。所以像最近毕业季快到了，对，然后有些学生他可能比较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的话，那如果他来这边的话，
他可以做什么准备？我们有妆发的服务，所以基本上可以帮你打造的又帅又美。所以我可以一睡醒就完吗？对，前提是就是前一晚要睡饱。前一晚自己准备好，保养一下，睡个好觉，状态就好，然后接下来就交给你们。对。OK。是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就实际来拍拍看吧。OK。谢谢兵哥，谢谢。谢谢。兵哥呢，把我们刚刚拍的照片，然后要放进电脑里面要修图了。刚刚塞了多少？为什么就是你可以修？我没有，就我长得丑。有没有百万修图师？真的？怎样？他把你推回去？我刚刚那是史瑞克吗？就是正常的我，有肝病的我。而且这还是同一张照片修出来的，就是一半的功力，我们等一下体验完整全套的拍照跟修图，真的很期待。我就会变宋慧乔了吧？不会，还是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来体验这个完整的服务。首先是化妆的部分，男生最难处理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有刘海。因为像女生可能就会自己加卷，但男生好像真的就随便不会。男生比较不会注重外形，大部分，因为不像真的很多女生每天都在注重自己的外形，就是会知道自己怎么样最好看。彩妆师帮我尊容的服务 ，Jan， 可以吧？可以吧 ，Doris？ 哇，你是谁？台北桥，台北桥，哇。重阳百灵桥，百灵桥，期待吗？期待，期待。你有被自己漂亮到吗？有，很漂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入座吧。真的是有人画跟自己画，现在就差很多。我觉得拍起来水，真的是水，台北桥都是水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等待这个照片的过程中，我们先回棚内 ，Go 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收到我们的韩式证件照了，我们现在来打开惊喜包喽。哦，好紧张啊！要一个一个拍吗？还是怎样？我要拍台北宋慧乔，台北桥，台北桥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哇！哎、欸，我都很赞呢、欸。这是谁？你呀、啊。可是我觉得是漂亮的，而且他没有就是太脱离你哎、欸，就是这是谁？你还是很漂亮哎、欸。这不是我。海关会这样子哎、欸，小姐你哪位？对呀、啊，可以了啦。你笑这很好看、欸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好，换谁？那你们剪刀手布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嘞。神经病。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哇，为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很惊讶啊？有没有？可是你头发很漂亮、欸，但我很喜欢这个发型，因为我有跟他要求说，他有来一开始有问我说我要是哪一种发型，然后你就是在中间的过程就是可以跟化妆师沟通，然后最后他就是帮我吹了一个很像韩式的逗号，逗号头很好看、欸，但你有惊吓体质哎、欸，对，没有，等一下。我惊吓体质，但是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。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我终于要该了。我看反了，哎、欸，好紧张哦！你帮我开，真的吗？不要让我看到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不错啊！怎样？这太帅了，这不是你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习惯了。哦、太帅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太精致了，我没有拍过这么精致的照片。因为我以前你知道，读大传系，你不太用美肤
吧。因为读大传系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拿一台单眼自己拍了，然后自己修。就我觉得相较起来，它还是粗糙的啦，不管是妆啊、法啊什么的。但是因为它这个把我修的太精致，可能这就是韩式的证件照嘛，对啊。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，但是就是要习惯一下。之所以它会称之为韩系照片，就是因为韩国的修图技术都是走这种就是比较朦胧啊、比较柔和线条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很满意，对，因为我自己平常就走这个 style 的。但是如果说呢，你可能是比较硬派的人啊，你可能在修图的过程中，你就可以跟他稍微的去沟通一下，说你可能要保留哪些线条。对对对。如果你要去这些店，一定要跟他们做好充分的沟通。而且它是一站式的服务。对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种都拍完了，所以我们来做一下总结，拿出这个黄疸干病的干病照片。哎呀，哎，真的差超多哎、欸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差非常多哎、欸，真的是差非常多，光那个颜色，整个就不对了。而且其实拍贴式的这种证件照，它这边有个 QR code， 然后你可以下载它的原图。如果你是 Photoshop 大师，对 ，P 图大师，你就可以自己修图。那刚刚呢，那个韩式的老板呢，他佛心来的，对，佛心来的，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他刚刚帮我用黄疸，然后修的。这叫什么白雪公主啊？哎、欸，这差超多的、欸，差超多，贵有贵的道理啦。专就是还是有些东西就是要依靠专业，对，真的是专交给专业比较没错。至于我们刚刚有拍的履历照的部分呢，在我们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喽。赶快追踪起来！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大头贴呢？或者是你们都去哪里拍大头贴照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Tell me why， 拜拜，拜拜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铃铃铃铃铃铃铃。哎，你这个头发是文采吗？文采是？文采是什么？文采僵尸道长你没看过？我太久了吧？我要变僵尸了，怎么办？要变僵尸了。这种有年龄的，就是梗，我可能就 get 不到了。嘎嘞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啊。